FOFO 最害怕的一集，这怎么还甩不掉了呢？什么 WEUZI 登上各大平台热搜啊！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 Let Me 和姿态的一场直播。是不是很久没看到乌兹直播了呀？ WE.UZI，WE 的最后一块拼图啊！我相信听到这则消息最害怕的一定是 FOFO。 乌兹的第一次复出就前往了当时 FOFO 所在的 BLG， 而 FOFO 转战 EDG 后， EDG ADC Live 又传出 PC 事件被迫下场，前来救场的自然就是二度复出的乌兹。结果 FOFO 因为在比赛中没有合理的使用大招保护队友，被司马老贼瑞平居心叵测。好像又是 FOFO 在搞， FOFO 推一个神也不会有事， FOFO 往后跑，等神死了就用打，居心叵测。 FOFO 想毒 C， FOFO 就是想毒 C， 我闻到了味道了，他想毒 C。 此后 FOFO 就将韩服 ID 改成了我有罪，因为我觉得我最近保护自保越来越好了吧。而现如今 FOFO 转战 WE， 网上又流传出了 WE UZI 的传言啊，相信哥们儿已经汗流浃背了。不过传言终归是传言，我宁愿相信是 WWE UZI， 也不相信是 WE UZI。